妹妹，表妹的婚礼呢已经举行完了，现在我们就把前面搭好的这些帐篷，然后把它拆掉，然后该归还的烦恼就是借的。拆的，哦，有事在拉着。那先把下面的这些东西全部拿了，之前是拿来炸这个篷布的，还把吹风吹起来。哎，那再切点的，把那个盖了，我们这就把家伙收下来了。幺二幺二，坐下去，那是盖。哦，这个稳嘛？啊，稳稳。你只是靠在那个下的这边站着。我二娃老板，那就行。哦，手要举过去。慢点。现在就先把这个口袋给取掉啊！之前为什么要弄这个口袋呢？就是怕那个篷布啊被钢管戳坏，所以要用这个包着的。这里就把篷布折好，然后裹起来。菜一下不在这里过一把。哎，赵总，我说，哎，菜一下不在这里过一把。现在就把钢管啊一根一根从那上面送下来，那边就用扳手把它给松，然后钢管就从这上面弄下来了。你好。现在舞台这些东西开始在装修了。往下放。来吧，等一下去吧，等一下去，不来头。哥。来了，快展开。你站在那儿，给你冲一下，下走。这里把它拴起来。还下雨。是我们本队买来就是大家公用的，有什么时候大家做鸿门喜事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去拿来用，所以说都还是比较爱惜的。这里还有板凳，现在在清点个数，总共有多少个，到时候还回来的话就需要多少个。再把板凳上上来，然后捆好就可以拉到活动室去了。出发了啊，去烦去了。